silent now. We don't say a word. Looking at each other. Tears in our eyes. 人要移装，车要改装。我是姚大，今天是2022的10月23号，我们又再度踏上了环岛的旅程。那我们这一次的阵容比较庞大一点，我们这一次总共有19位大人，2位小孩，还有1只狗狗。这一次的阵容呢，有张培、大慈、江江、小雨、麦麦、利友、Miki、小茶、介夫、西鹏、小伟、米娅、小哈尼，还有亚当。因为实在太多人了，真的有点吃螺丝。现在呢，就在彰化的这个台湾玻璃馆，等一下我们就要出发前往台南了。今天台南是我们的第一站落脚处，那我们就台南见啦，拜拜。这是真正的台湾音呐，看连那外国人都来拍，外国人在拍台湾音呐，台湾人拢安尼徛起来哟。Try your best to hold up, but I see you're giving in. You know that we shouldn't keep it up like this. We hurt each other's feelings on and on. I don't wanna change who you are. 抵达台南喽！我们先来吃个热腾腾的文章牛肉汤，因为一路上都没有吃什么东西，直接就这样开到台南来了。开高速公路就很便吗？我们是骑得超快的，我们是用飙的。看西鹏原本在很后面，突然追上去。老板，我跟你讲，因为我今天骑小咪的车。啊！大叔嘴脸，很会吹哦，很会吹、哦。他会吹的，对不对？问问他就知道。是吗？很会吹吗？我追到追不到，吹不到，超会吹的。回到民宿洗完澡，非常的舒服。今天我老婆因为她去吃喜酒，所以她现在才从高铁站赶过来这边民宿。明天的话会跟着我们一起走行程，因为这次出来呢，我们带了两个小朋友嘛，就是妮妮还有二宝，所以这次也带了。那个我老婆的妈妈就是我岳母来帮忙照顾小孩，要不然的话我们两个这样真的是会有点累。妮妮你在干嘛？那现在所有人呢全部都在2楼，这边有卡拉 OK， 我觉得超棒的。现在全部人都在2楼的大厅那边唱卡拉 OK。 早安。我在想说我开门第一个遇到谁。嗨啊，还有其他人呢？他们家还有唱东西。早安耶、我昨天唱到早先了，你觉得我声音怪怪的吗？有，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喉咙很痛，不知道就值得了。早看到这个景色呢，心情就特别的好。这间民宿真的很棒哎，因为它可以一次塞得下我们12台重机，全部放了进去车库里面。这间民宿叫做恒定里，来，这我来问问看好了。林志伟，你过来去，你去吃。不是，不是喝的，这个不是喝的。没有味道、啊，你可以尝尝看。没味道，对不对？这也不是有个泥巴水啦。哦，吓死人！哎呦，哦，谁啦？在那边乱讲，那停掉吧。
填在新的 OnePlus 上面。Remember when you told me you believe in something and you said you're done pretending that fate is patient. Go run away, get it out of your system. Come back when you're older. Go find a place where you can't be the victim.高雄莲池潭刚到这边，所有人都到了，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可能稍微待一下下，我们就要继续出发前往下一个行程。哎，我们下一个行程是哪里？牛乳大王。牛乳大王高雄吗？屏东。屏东，对，所以我们就是高雄只停这一站，然后就要往屏东。对，然后我们要走一小时。屏东一小时。对啊，我们今天也是6点到那个垦丁的住宿，所以行程还是要赶一下，不然的话就会骑到夜车了。好，那要旁边要站大家拍照吗？至少我们有踩个点。对啊，踩个点。好，今天呢也是一个赶路的行程，我们要从台南到垦丁。弄一弄就从这里。哎，你们这样很像。哎，小雨的头抬起来啊！不行啊，小雨的头要抬起来啊！拿掉，拿掉！小雨。我们现在准备来个正常一点的合照了。小茶被挡住。羊。我们抵达垦丁民宿了，
今天在我身旁这一间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垦丁民宿，它的名字好像叫做云泰美不想下山，非常特别的名字。快点先走，跟这个就会被收了。真的假的？真的是。然后那些人，那些人说什么年代还有什么笑话？但是你比较在于这种细节，你知道吗？你会这样左吸吸右吸吸，上吸吸下吸吸，用问什么不好，不能说你不好，从来没有被差评过，没错。每家秀都是好评，服务周到，我知道。那这些五星好评啊，哥。A few moments later， 这一次环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来开箱硬傻360 X3。终于让我在环岛的前夕收到了这台 X3，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硬傻360 One X2 呢，我之前也是用它来拍过非常多画面非常漂亮的一些影片来给各位看。X2 哦，其实在360度全景的运动相机里面来讲，我觉得算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因为 X2 的出现其实是威胁到非常多360度全景相机。 X2 真的算是一台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台360度全景运动相机。 X3 呢，它又有些什么改变，我们现在马上看一下。在开始介绍 Insta X3 之前，先跟各位介绍我目前最常使用的 ZV-1 相机。这台 ZV-1 相机是延续了 Sony RX100 系列为基础的轻便型相机，在两年前刚推出的时候堪称是 Vlog 神机，也是我身边很多创作者朋友到目前都还在使用的相机。但是它的缺点也相当明显，第一个，它的全幅等效的 24mm 镜头对录影自拍来说完全不够广。第二个，电池的续航力不足，如果要一整天的拍摄，至少需要准备4到5颗电池，而且热胀的情况很严重，时常拍摄到一半就要中断让它散热。第三个，机身光学防震效果有限，需借助稳定器。各位可以看到左边是 Insta X3 的画面，右边则是 ZV-1 的画面。在一般走路及小跑步的测试下， ZV-1 的防震效果真的是惨不忍睹。当然你可能会说，拿运动相机比一般相机是不是不公平？我这边是仅就我手上常使用的机器做比较，而且它们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ZV-1 单机身售价19,980元， Insta X3 售价是16,999元。我觉得会是想拍摄简易 Vlog 的族群会共同考虑的两台机子。 ZV-1 当然还是有它的优点，例如夜间拍摄或定点拍摄，我还是会交给 ZV-1 来拍摄，其他的部分还是就交给 X3 吧。我们现在来看看 X3 做了哪些改变。新一代的 X3 镜头从原本 X2 的 2.3寸分之一升级成1/2寸，侧边的 Type C 插孔盖也从原本的挂绳式改成了卡扣式。这次 X3 电池容量为 1800mAh， 比 X2 大了 10%。 另一侧为电源开关及快捷选单按键。这次最有感的改动就是这个 2.29 寸的强化玻璃触控萤幕，真的是看了非常的舒服，操作的感受也好很多，而且可以借由右下角的按键一键切换单镜头模式与360全景模式，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最棒的改变了。新的 Insta X3 不仅提供 5.7K 全景画质，也支援运动 HDR 全景录影，所以更适合在高反差的光线下移动拍摄，整体拍摄效能来得比 X2 强大许多。在拍摄时的防抖稳定度也是下足了功夫，可以看到画面这个是在奔跑中，但是画面中看起来却像是在走路一般，非常的稳。而且无论你机身怎么拿，都有全景水平校正能够保持画面一致。这一次 Insta X3 还有一个我认为对一些懒人很实用的功能，就是跟拍模式。即便 Insta 360的后台已经做得相当完整，相当好操作，可能有些人还是会对360影片需要到后台编辑感到陌生及恐慌。在跟拍模式下，会跟着自拍杆手持的位置定点拍摄，并且隐藏自拍杆。这对一些只想将 Insta X3 架在车身前后拍摄自己骑车英姿的骑士非常友善，因为它完全不需要后置，可以马上直接输出，你就可以浏览刚刚拍摄的帅气影片。Insta X3 不只能满足高画质的全景拍摄，也有 4K30fps 单镜头模式，可以拍摄 4K 平面影片，让你可以一机多用。
你可能会问拍照呢，360运动相机拍照起来应该普通吧？这次 INSA X3 也将原本的1800万画素直接升级到7200万画素，你没看错，就是7200万画素，而且是全景照片，你只需要按下拍照键，接着可以到后台任意的旋转到你要的角度，调整广角，调到最广，甚至可以有一种置身星球的感觉。综合以上这些功能的自由性、方便性、丰富性，大概就是这么多人会喜欢 INSA 360的原因。说了这么多，如果你也想一台酷酷的运动相机，把握双11优惠的机会购入吧。购买连结放在底下资讯栏。接着，让我们进行环岛第三天的旅程。早安，真的。哇，那其他人是吃完了还是？吃完了，然后这边好像是亚当。哦。哎，你坐在那边超浪漫。早餐看起来不错哦。好好吃哦。这个咖喱真的超赞。真的。哇，天气真好！哇，这个景色，天哪，这个景色太美了吧！We're moving through the night like we're from a different star, flying over streets and our broken hearts. But they can't even touch us. We found a different beat. Paradise is waiting and we bought the lease. Oh, getting caught in the mist is a minute that never get out of.我们离开垦丁新宿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了王沙溪。我们昨天晚上其实就已经来过了，只是昨天晚上因为太晚来了，所以很多车子没有拍到照片。今天早上我们就是再来把照片拍好拍满。配马里隔壁的毛，记忆。哎，你们到多久了？你们到多久？2个小时。两个小时？那怎么现在才开始？我们喜欢。没有第二轮 ，round two，round two， 我吃第二轮了 ，round two。我们在等火车啊，在等火车。车底嘞。好，所以等一下坐火车回去。等一下就回去啊。车都停好了。好，等一下确定哦。我确定啊。他写什么？他说唯一失误可以找到，唯一失误就是我在寻找一个男人，好男人。不是哦，那你找到了，就在这里。就是、可以找到，但还没找到。那已经找到了，就是我啊。No. 他说之后会找到，但还没找到，有一天会找到。各位，今天是我们环岛的第三天。我们今天入住的是台东的阿达王子跟阿达公主民宿。这边民宿我觉得超棒的，是因为这边可以放得下我们12台的重机，都可以停得好好的。那里面呢，现在已经开始开唱了。看舌头好像有点正常。看舌苔。这好像有点正经。耶、yeah. ！谢谢。有胡椒粉哦，可以加。你要哪一个？好，台北、欸，大家打个招呼啊，跟镜头打个招呼。哎、欸，嗨，嗨，台北。你在哭哭哦，是不是？啊？我们今天已经环岛第四天喽，我们要从台东骑到花莲。Seven
behind. That sad tattoo you try and hide. I think I've heard it before in a movie line. We can write our own ending design. I wanna say no, but I cannot lie. I'm so curious about your life. Cause you're a stranger trying to hide. What I see is not you, don't deny. I wanna see the rest of you. You've been through, why you got scars. Since you walked through the door, I've been trying to reach you, cause I feel you. What's the story to tell? What's the story behind the mountain you're trying to climb? Think I've heard it before in a movie line. We can write our own ending this time. Hello， 各位，今天是环岛的第五天。昨天从台东骑到花莲之后呢，我们去东大门夜市稍微逛一下，吃个东西，然后回来就休息了。今天早上天气一样非常的好，我们今天目标是宜兰，要从花莲骑到宜兰。但是呢，我们有一位成员要先离开回去台北了，那就是我们的江江。江江回去台北了。勇者，我是勇者，我第一次一个人要骑这么远，从花莲到台北。你是第几次环岛？第二次，可是我没有一个人骑过。因为江江明天还有工作，所以今天回到台北之后，马上还要到台东，对不对？对，我要赶高铁。对啊，超辛苦的。好了，那你今天一个人骑车小心。好，拜拜。拜拜。拜拜。
环岛第六天，今天呢要从花莲前往宜兰，天空又飘起了小雨，是小雨不是小雨哦，所以我们算幸运了啦，只有第一天跟最后一天是有遇到稍微有点飘雨，第一天可能雨下比较大一点，但是没有关系，浇不熄我们的热情。我们今天就要前往宜兰进行我们最后一天的旅程，看大家都在准备了，等一下就出发 ，Go Go！ 今天是环岛的最后一天，六天五夜，今天第六天了，第一次跟我们一起环岛，感觉如何？真的是第一次环岛，而且还是骑机车环岛。我觉得比想象中的还轻松很多，因为其实行程安排得很刚好。其实我们事先都有安排蛮多景点，然后就是想说定点可以看看看，但是因为反正这个过程是蛮多好笑的东西，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很 chill 这样。我骑车才骑两三个月，然后这个这次算是第一次骑那么远，1000多公里。应该是感觉什么都练到了，山路也有，然后大风也有，下雨也有，达成很多成就，算是什么都敢尝试了这样子。去年的老班底了，张培跟小雨，家常便饭，家常便饭，一年一环。尤其是给我这台车，上山下海，上山下海，环岛两次都不是问题。这次骑的是，这次骑的是大牛，大板。你还记得我去年骑什么吗？去年骑阿六啊。对，然后就一直那个。对不对？累不是累就是中暑。我这一次环岛其实都没有骑到大家车，我觉得有点可惜。对，好像应该可以跟你交换一下的。你们觉得这一次就是骑起来的感觉，除了车子以外，就是行程规划上，我们好像也比去年还要完整一点。没错。因为我觉得有经验就是不一样，就是上一次犯的错，这一次就不会再犯。没错，我觉得就是这次都是找比较适合骑车停下来的景点居多，然后也不会去骑到夜车。他是真的骑太多夜车。很累，就我记得去年的天气是比较糟糕的。哦，对，去年是基本上都在下雨，都在下雨，老天爷赏脸，没错，所以让我们这一次环岛非常的顺利。没错，没错，对啊。那如果大家对我们行程有兴趣的话，我会把我们的行程放在影片的后面给大家参考。我们这一次去的哪些景点，然后停留在哪些地方，然后住哪些民宿。Miki 跟小茶，这一次呢，两位都是骑春风的车款 ，CLX700， 骑起来环岛应该。还不错吧，差多的，差超多。对，你刚刚是说超差多。关键是有了定数，哇，一定要买春风。哇，那春风的定数真的是走那个隧道，双手哦，那真的是感觉真的不一样。我去年也是骑 S660来，然后也是有定数，那真的是蛮爽的，因为你中间还可以把手。就是稍微放松一下，那差很多，差很多。Miki 你觉得这次环岛怎么样？跟去年比起来，这次 Miki 的速度就比较快一点，有跟上我们。对，稍微有跟上。对，不是我们啦，是他们，因为我这次是开车啦。这次 Miki 也有特别拍一个影片，希望会上片，好不好？去年也拍，然后就拍到记忆卡不见，就没上片。今年好，希望 Miki 可以上片，然后祝福他的频道顺利，记得去订阅 Miki 的频道哦。旁边是介甫跟西鹏，西鹏上次也是跟我们一起环岛，对，这一次多了一个伴，对，就是多了一个伴，爽哦。你是说晚上的时候爽，还是介甫是第一次环岛？对，这次骑的是 XIDB 环岛超级无敌舒服，因为我去年也是有骑一小段 XIDB 在花莲那边的时候，差点睡着，真的超舒服。我刚骑北宜就睡着。对啊，那个骑真的是会骑到睡着。然后西鹏这一次骑的是小咪的车 SR， 完全不会想睡觉的车，超棒，超炸。但是其实我老实说，我去年是骑我的 PK08 嘛，就是 Monster 69，差点忘记它是什么型号。然后这次骑小咪的车，可是我发现，SR 骑起来比较不累，骑整趟完全没有累的感觉，因为你可以趴在车上，对，可以趴着，累的时候可以趴，然后过弯也比较好玩，然后速度也快，就是很快就到目的地，太棒，变防晒的形状了，要不要准备换车？Baby 买个，旁边是我们的 Mia、亚当、小伟，那亚当跟小伟是去年就跟我们一起环岛了，也算是经验蛮丰富的。然后 Mia 算是新手，对，特别又是刚签600 WR， 然后第一次就骑这么远，
超厉害的，真的很厉害，很紧张，就是、很紧张。防晒环岛真的不是一般人会去做的事情，单环岛就已经很累了，还骑防晒环岛，真的很厉害。这就是要怪小伟当初把米娅推入防晒坑，对，对，买就对了，没错，防晒帅，帅就完事，帅就完事。第二天的时候，我的全身真的是酸到一个不行，嗯，对，超累的。那到第六天呢？第六天现在好像比较习惯一点，对，比较习惯。而且刚刚北宜这一段就是起雾、大风又大雨，然后又九弯十八拐的，你要靠自己把它骑完，我觉得真的是给他一个。有点冷，外套穿起来了。比起去年我们第一次环岛的那个感觉来得更好，就是行程都更顺畅，然后大家也更知道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骑，然后都有把握到尽量不要骑夜车，骑夜车真的蛮可怕的。对对对，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趟环岛呢，没有任何人员跟车子有任何的状况，全部都安全下装，这是最重要的，真的是平安回家最重要。底类什么都失身啊，都无所谓，最重要是平安。对，平安最重要。成功了，恭喜，成功了，恭喜，真的很不容易，人生成就解锁。对，真的，真的，真的，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试试看环岛，非常的值得。这边也期待姚大明年环岛，因为我们说一年一环嘛，但明年环岛要骑车，好不好？我希望明年可以跟我老婆一起骑大车。我老婆接下来也要去考重机驾照。哇，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起骑车。姚大在环岛途中的时候就说。哎，现在是环岛，但我没有环岛的感觉，真的。都开车有一点那个，不过就帮大家载行李当保姆车，因为也是必要的啦，要不然大家背那么多行李也是很辛苦。对，哦，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啊，是不是？好好好，那就下一位。最后是我们的 Queenie 跟大慈，大慈环岛几次了？今年第五次。今年第五次，今年第五次。大家知道大慈应该是从环岛开始啊，就是从一个人维斯牌环岛的影片开始。对，我比较习惯自己一个人旅行。这次环岛也多亏有大慈，因为他也提供我们很多意见，因为他自己本身环岛很多次。对不对？我自己是比较偏一个县市停很久，或者是16天一个县市一天，玩比较多东西，所以比较习惯慢慢走，只是一群人的话就会变得行程比较有点赶。对，但是大家很多时间可以在民宿玩一些桌游啊什么的，就是跟自己玩的感觉不太一样，反而会比较温暖。对，又温暖，然后又有人可以陪你的感觉，还有一只咪猫可以陪我睡觉。Queenie， 第二次环岛。对。去年也是坐车，然后今年就想哈你出来了，然后。不小心又有了二跑，所以今年我们一样就是只能开车，我觉得这是有点比较可惜的地方。不过也因为我自己开车，所以可以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出来玩。对，那这次多亏了就是 Queenie 她妈妈，然后帮忙带小孩，不然的话其实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拍出这支影片，或者是拍那么多的照片跟限动，因为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带小孩。那多亏了他妈帮我们很多忙，就是神队友。那你要不要讲点话？有什么话赶快说？为什么我要自己想呢？啊！别人都是你。你要立一个目标啊！明年我要骑。啊，那明天期待。许个愿。我明年真的也想跟大家一起骑车，因为就是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就是今年希望我可以考到重机驾照，可是感觉有点难。不会啦，大家都会教你。你看这么多人都会骑车，对不对？最后就是感谢Queenie。他这一次帮我们排了这个6天5夜的行程，还有联络民宿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项。那讲那么多是不是要亲一个？亲一个。等一下，亲一个，我没有得到开心。我先退出。要先离开。我已经被闪了6天了，我受不了了。哎呦，你从来没看过姚大跟 Queenie 晒过很大。我想看垃圾，从来都没有。我们可以看垃圾啊，真的，你们连抱抱都没有。啊，那我们真的是老夫老妻了哎。到底有什么好看？老妻。真情的，你要说老婆坐这一趟，你要扶着，然后开始，你要扶着他的后颈。那我要借你那个隐形药水，那裸着他的后颈，然后说老婆。好奇怪哦，那我可以换一个男的吗？喂，大家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替身来了，眼镜给我，替身。你是想多久了？我等这一刻等了2年了。你在尴尬什么啊？
半年没碰了，已经有点生疏了。高升两胎了，不要这么见外吧。他只生啊，他不接吻的。我只负责生。他只是负责生。但抽查抽查。啊？等一下啊！辛苦了。等一下你要讲老婆，然后亲爱的，亲爱的老婆辛苦了。深情深情，不能笑，不能笑哦，这是很正经的事哦。好，真的很乖。看着眼睛，看着眼睛，看着眼睛，不能笑。亲爱，亲爱比不能看着对方不能笑。怎样啦？为什么会有这一段？怎样啦？好好好，你们好，那你们不能那个好。好好好，不讲话，不讲话。亲爱的老婆，辛苦你了，这一趟六天五夜的环岛行程，我来揪一个，揪一个。嘴对嘴，我要看垃圾，嘴对嘴，垃圾。不用在荧幕前面讲这件事情。三天，不要再拼了啦。处女座，小心处女座，没有要拼了。希望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环岛成功，耶！Different beat, paradise.
believe